政府早前表明，在農曆新年前會將疫苗氣泡擴大至所有食肆和其他表列處所。至於實際生效日期，陳肇始話未落實，但就唔排除係喺今個月尾。現階段咧，我哋嘅社交距離措施咧，其實就都係大家留意到咧，都係未回復翻好似即係以前啊咁多嘅。咁同埋咧，因為咧，我哋都係擺咗疫苗氣泡喺度咧，以至到咧係大家喺一個比較即係高風險除咗口罩係食嘢嘅地方咧，大家咧都有一個保護。我哋每14天咧，我哋都會公布一次咧，我哋嗰個社交距離措施嗰、那個整體嗰個情況係點嘅，咁就20號咧就會係另外一次嘅公佈嚇咁解。咁而家我哋咧係未定實咧係嗰個日子係開始嗰個疫苗氣泡，但係咧都一定咧會喺農曆新年之前。咁喺而家同埋農曆新年嘅時間咧已經約咗㗎啦嚇，有啲業界嘅朋友咧係大家去商討嗰個實際推出嗰個整體運作嗰個情況。